啊，buff 效果很多，很刺激。嗯，我还这个不晓得是一开始，好像一开始就在，而且是有一那个些是瘟疫岛跟那个力量效而果且是岛。不是一开始就有3个核心啊？嗯，应该是一开始就有。不知不觉只剩下我在处刑区里面了。对啊，怎么都走了？三你哥，啊，对呀、你想被处决哦？啊，早不要说了，不嘛！要了，不要了啊！走开呀、啊！哇，本我走开，早就问了这个，走是不是？哇，好开开心心啊！哎呦，尴尬，会为什同队的，同队的，超怀同队来这我怎么样？还在里面啊？一璇，你这样有点踊跃哦。什么？形容词？我出来了。来，别再偷看了，我们分，分，哎，不用下去了，哦，翻回去了，耶！三场都在完上了，有人被拆散了。今天跟团团还有一拳好有缘哦，缘分满满。跟二零拆散了，那个二零会教你。好，一开始。这个了，我拉了，你先按了是不是？哎，我还在休息，怎么快？不是，我还在广告。谁那么着急啊？我想说，我想说准备那个，开始了。存完了，我存完了，恭喜你们买。太着急了，记得存钱哦。你们买哦，我都没有动哦。感谢小渣渣续订。有人买吗？有了，那个压力板谁买？压力板我买了。好，我去放那个了。好，好，够够。绿宝石神殿是不是有人也买了？我买了。那记得出来。出来，我直接在那外面地上扔了那个触发。板板。对，板板，你可以直接过去触发一下。好，我往右边盖啊。哎。啊，对。阿基是不是想搞附魔？没有啦。可以啊，先搞一些附魔。对啊，我去抢，中间要抢哦，一样在抢。他们，我放。好，你买好。呵，我也买好了。呵，因为只有你。哎，人越多，物资不是就也就越多了吗？没事，他们放附魔台。中介箱不是，他的中介箱是没有清掉。放附魔台，还有两个，放好快。认真。没心啊，真的哦！我刚刚忘了清啊，我里面还有衣服，我里面还有一些东西耶，我有好多金锭耶！箱阿基，你刚刚没拿过的给你，给你看金锭，自己规范自己吧。我一打开，有，大家都自己人啊，自己规范可以，自己规范，嗯。等一下。那我先盖到中间咯。好，我们走。皮皮虾，皮皮虾，到，中间到，中间到。找一个男朋友。啊，你收起来了。啊，没有稿子，赶快挖他们东西。对，可以挖。我去换。好像是前面还没有加分。我换给你们。好，他也没有加分呢，太容易没有加分。虽然说最开始没有。嗯，他都是没有跳上去。哎，不用啊，那你就挖。就挖掉看看，不知道有什么效果。没 buff， 中间没有吧？是旁边那一些区域啊。别闹！暗迷猫 buff 跟什么？暗迷猫。虚弱 buff。暗迷猫。跨博。对不起。吸个经验。而且你刚刚你们有没有？我也暗迷猫哎！我是耶。卡一下。有难同当耶！如果这个可以用成功，我就可以封他们前面的路。有，那你没钉没钢。他们，这个我放了 GB。在下方的哪里啊 ？GB 的下方哪里可以放？哎，你要放什么？哎，没有吗？就是要直接跳下去吗？为什么核心商人打不开？哎 ，GB 的前面没看到那个可以放的。我就是你不能用摔死的放，连放 GB 是不是？可能啊？为什么好像是打不开？哎，等一下，核心商人打不开。核心商人坏掉了。哎，商人，哇，商人不给买呢，两个都不行吗？你有办法重置他一下？哎，对，好，
我们是买了一些就没了耶。不给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试试看啊。因为你是第一次玩了那么多场啊，连玩。都不鸟我。等一下。都不理你。好像有了。哎，有了有了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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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哇，你要来挖核心还会失明耶，天啊。哇。可是他面向不对位置，等一下、核心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可是他就是嘛，你他中间也没有加分。可是云月已经附好魔了。我们有人附魔台有放吗？有放，有放了，放了。对 对，可以去搞附魔好不好？嗯，您搞。我搞。我在布阵前方。哎，我们的绿宝石有怎么没有加？还没升是不是？没宝石。哎，那个200把前面的都挖走了。我也挖掉他们的啦。啊。哎，有放啊。他是没在升。他没有升哎。他升了6，然后就没在升了。哎、那这场有二个是不是？有了，有高领出来一些了。有领。你是袂晓讲哦，惊死你！我乱领嘞，我想讲你有看到我的衫，我新衫嘞，感谢。我新内裤哎，有啦，那个还有在里面呢，有在里面。我想讲我足乖，那你要？我想说他这么慢，才8，太慢了。那你要补大便吗？我不是啦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中间岛不会有负面吧？我已经把他们家的路都连得好好的了，准备可以进攻了。好哦，好的，好哦。所以我们现在绿宝石这场感觉怪怪的，绿宝石好少啊。技灵出来了，有了，我领。你昨天去买什么、啊？买衣服啊？绝对身上有一套啊，大家都有一套，先买衣服啊。对啊，大家都有一套，里面有一套啊。没有，他们身上穿了啦。他们穿。嗯嗯。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剩下先留一下。对啊，我不领了。不然没办法加速那个铁超慢的。对啊。能买核心。好哦。没钱啊。在中间岛不会加分还好。我好想把那个刚中间箱的东西拿来用、哦。因为好像我们把那个加分神殿好像关掉了，所以就没有加分的，就都要用挖的。哦。哦，不挖不会不。那就挖过来。哎、欸，中间箱放这边很恐怖哎、欸。还好啦，他们走过来就可以领了啊。可是他领的时候就可以被打，有没有？你用火焰剑吗？就直接砍他、啊。开错箱。你要不要？欸、他们家其实盖很多，现在是一个偷袭的好时机，我觉得。我可以帮你、啊。然后但是盖的好满哦。二零，你又在挖我们前面的，我觉得前面先不用放，太容易挖掉了。小印左边他们可以绕，他们左边有条路。哦，你是直接扔掉？哦，连了、欸、中间连喽。快停啊！那我换个核心搞刀。他们都还在家附近。哇，有人直接守城了。哦，再买一个。我们慢慢来，我相信迟早会有偷袭的好时机。你在蹲吗？对啊，我在蹲。那我去勾引。好啊，勾引，刚刚就是被巧克力勾引 ，Goin， 他们要沿右边，被恶灵看到了，啊是哦，好吧，那你还是可以勾，好，他们在右边盖桥，三，啊，对。哎呦！我至少挖掉他们的小河。现在有3、4、5个。哎，把小河挖掉。卡住可自杀吗？弄完了是不是？可以啊。你的牺牲是值得的。真的，队友帮一下就好。二零不要那么痛，二零不要那么痛。我挖了2下。啊！哇！你直接花了。你有钱啊？哇！我来先看一下他们家的布阵。哦，哦，二零好痛哦！我们西瓜放了吗？还没。可以。你在干嘛？找机会放一下他们家。
你在干嘛？看他们家有没有地方。我在雇人啊。哦，雇人院。我怎么啦？啊！守门员。看到。我当守门员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这对这对。哎，我以为没人看到我，可恶！干嘛这样？你刚才想冲过去挖是不是？对啊，再也被打了，我想好，你们打就可以，我过去了。我把我打了，不是子谦，你好歹放生队友，跟我讲一下，我就更知道了嘛。我想说试看看嘛，我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？你就连队友都不相信？看一下嘛。刚刚我刚刚了。对他刚刚想要放，我原本要跳过去打他，他跑掉了。杰瑞送你。他在旁边放一些平的、啊。哦。然后允月一直站在他们核心在防守。吧。我也是，我就当允月的角色，我要在我们这边的核心一直防守。好。看看。喂二零不要。真的敢啊！刚刚直接把他打下去。电鸟这次已经守得很好，一拳直接掉下去了。我还没轰他，自己掉下去了。不过他们掉到那边也是蓝色吧？对，他们又掉那边。小雨，其实你可以买那个啊。哪个？钻石冲再冲。好，钻石冲，没关系，我看一下。我离开有什么路比较容易？你是要离开电脑还是离开？不是，离开我的位置，离开的那个。没事，我在旁边，我在旁边看。啊，有两个人，我就慢打一点。好。喂。B B。哦，白痴！被撒下来，今天吓到。麻烦在上面。喂。你就站在核心上面。对啊。你吗？要么把它射。要先把它射下来吧。对啊，我先把他弄离开那边。刚刚有有有，打宝打宝，一个射他下来，然后一个。OK OK。哎呦，想想。可以慢慢的勾引他们一些人出来，就可以打宝了。我们这边升起来的话，你们可以应该两个。红色区嘛，来到红色区就。为什么你都看得到我？二零 S 五会发光吗？被射到吗？没有，被射到才会。可能是看到 ID 了吧。我扔很多回收区哦，可以看一下有没有。有，我看到了。good 的。啊，没带稿子，可恶。反正稿子那么多，哎、欸，我有，发现我很多，不知道怎么那么多，这是我们的稿啊。不是，我们是金的，那挖我们的、欸。我不能把我们的稿扔了。扔错稿。没，他们也不怕你拿，也不能用。那有人运稿来吗？除非有人当间谍。我去拿。好，你去拿，我在前线。你等下捡到牛排也可以给我。好。再继续勾引他。囧。哎、欸，好像看到你了。刚刚真的很喜欢盖旁边。你越站的，你越守的好。但是手超严实的。对啊，一直守啊，没有搞。最佳防守挖不了，挖不了。两个人同时把他打下去的，因为他站在上面的话。对，嗯。刚刚来了，往我们家冲喽！在门口，家里守一下哦。在门口。没有，反正我们不用理他。我当第一线。哇，我掉到岩浆里了。哇。God bless。我就上来。啊，你又下去了。又掉下去了。给你牛排，给不了。捡得到哦。他刚刚是不是看到中间箱？哎、欸，而且我刚刚那一场，我不是被哈基跟允月打吗？欸、在附魔台的时候，欸、我按右键要举盾的时候，打开那个工作台。我上去。团团来了，回家守。OK 吗 ？OK 吗？他快要上去了。等他走上来，等他走上来。我来。是因为他爬上去。有，下去了。漂亮。中央桥要崩毁了，然后退回去了。嗯，退回去。哇，真远。我们的铁还没提升哦。还没。还没。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刚好。
刚刚好踩下去吧，快点。哪一个啊？才忘记这个。好了，可以花了。绿宝石也都可以花了，尽情的花费吧，大家。哎，小给我一件牛排吧。我就一块。我身上有四块。来来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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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一块。二零在中央，二零过来了，从左边前路，桥的左边。阿里歪搞。你的左手边。我们的左手边。对对，就下面，下面，在下，在底下，他在石英桥底下。给你，给你。他有一个石英桥。我看到他了，他没装备。他以为我没看到他。我们的稿，我们的稿。哎、欸，啊，原来是送我们的稿回来。没有啦，我啦，我刚带，刚带的。刚刚又在扑。在扑。他是很爱扑扑扑。开出。啊、哦，开出。好，音乐在说，哎、欸，繁星来了，繁星来了。嗯。繁星在挖我们的绿宝石哦。好，绿宝先领了，先把他们的绿宝给弄掉。哦，你繁星弄掉了吗？绿弄掉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底下绕出来有绿宝哎、欸，不知道谁掉，可能是杠杠吧。嗯，哎、欸，可以买东西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捡到钱了。看到了，捡到钱了，虚空来自虚空的钱钱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错过的？为什么？团团什么错过的？什么时候？佳丽，佳丽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怎么还在爆？跑掉了，跑掉了。啊，他是不是喝那个跳的药水啊？对，可以直接跳过来。那跳多高啊？哦、痛好痛！哇！你刚附魔，小心哦、啊，小心哦、喔！搭上另外一侧吧。坏蛋！坏的！因为他们。